细细粒陈嘉佳近年转型做吃播 KOL， 今个月初佢更加启程飞到新西兰，喺当地已经逗留咗接近半个月啦。二年一嚟，细细粒都拍咗唔少嘅短片，除咗同大家分享佢当地嘅生活，仲带大家参观咗一间一万平方米嘅独栋花园别墅。我真的是一个隐形富婆啦！带你吃遍全世界高端的美食，第二站基督城，也是 Vivian 在基督城的家，来看一下。来，小伙伴们，去我家住，这里就我家。哦，惊讶了。Welcome my home。哎呀，管家呢？太久没回来了，家里的正门在哪？我都忘了。这里不是大门啊，忘了，我家大门在这里。带你参观一下我基督城的家，这大概一万平左右，一万平啊。来来，这里就是我家客厅，拖鞋啊，拖鞋子啊，这里就是我平常跟朋友聊天的地方。然后我现在很有习惯打扫口，都会在这里打。这边呢，就是有一个房间，朋友住就住楼下的。这是我们家的厨房，至少能坐十几个人吧。有时候去 barbecue 就是外面这个地方。然后这里就是普通沙发吧。来去我房间看一下啊！这里就是很多就是主人房啊，客房就在这里，这里就是客房。我小孩的话喜欢这里玩，就是给他住这个房间。这里就是公共的洗澡地方啊，这里就是给朋友就是 backpacker 的那种，会过来五六个人住这里房间。这就是我的房间，我平常回来我会在这里做 SPA， 这里就是我的房间，是不是很美，是不是很漂亮，对啊，喜欢不？我就是一个富婆，都说了，来可以去户外看一下我们的后花园啊，这里就是我平常跟朋友 barbecue 的地方啊，这里整个都是我的花园。近年集中火力直播带货的细细粒，凭着他出色的口才，将直播事业搞得有声有色，更加赚到盆满钵满了。虽然他长期都不在香港，但据知他仍然每个月豪使超过10万元，租住浅水湾海景豪宅，去年还在广州开了海味铺，荣升老板娘啊。早前他去日本旅行的时候，更加拎着 MS Birkin 手袋周围走，贵气十足啊。